寻找白松露依旧带着一丝神秘感。白松露长在橡树、柳树、白杨、椴树和樱桃树等树根上，寻找白松露常常是一场运气或手气的赌注，还得看当季老天是否赏你。森林清晨里的空气冷冽清爽，土壤落叶松软湿泞，埋在土里10到15公分深处的白松露，在温度5到6度左右生长的活力最旺盛。近期全球暖化可能要到11月下旬才能进入高峰，白松露散发着诱人的气息，特别适合猎犬的寻觅与追踪。回到松露猎人 Azio 家里的小馆子，现挖现吃，最直接的方式是买好需要的棵树之后豪迈的使用。在水泼蛋、炒蛋上、在面条上、在炖饭里或是清汤里刨上薄如蝉翼的新鲜白松露。讲究一点的连梦给大区的法松拿白牛肉与白松露亦是天作之合，当天的生牛肉挑筋去磨后剁碎，刨上白松露就完成。白松露有价，但欢愉无限。